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三集《圣女之歌》，我们打完巨大蜘蛛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下一个迷宫走了。然后应该是要离开这里啊。好。OK。然后我是不知道后面。是后面的后半部的地图好不好走？看起来是不好走。欸、OK， 这里，哎呦，哎、欸，很错。对好，我因为像那个他后来这里这个又更新了，然后可以调难易度，我觉得打 BOSS 再把那难易度调回来好了。Difficult， 啊这边不能调、哦，好吧？因为像打那个小兵还蛮难打的。我觉得这边不能调。OK， 那边还有一个道具，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推过去。OK。然后圣女之歌就很久没更新了，但是因为都在玩返校这款游戏，返校这款游戏真的是还不错啊，大家这个游戏可以值得去玩。OK， 这应该是上一个地图，然后这个还不能开，嘿，好，这个开了，哟。我要再推一个，好，嘿咻，然后《圣女之歌》后面的第二期好像已经出了，然后呢？这个是往哪边啊？等一下，这个哦 ，OK， 看，哎、欸，等一下哦，这个应该不用动，哎，是走错了、啊。等一下哦，这边没东西吧？没有，我看看地图好了。现在到一半而已。OK， 一半的话，哎呦。先把蓝色解开，然后这个过去，还是把这个放掉。哦，这好像这个有东西没有？好，所以说把紫色打开。
色打开。存档底。哎。可是我跑过去，我不就是回不来了？上一个，上一个紫色的，对啊，紫色的，上一个地图就不是了，我想一下。应该回到那个三个 boss 的地图啦，这个不是。好，我先想一下，我们先快转好了。OK， 好，我们解开，这是要往三个地图，然后把那个石头推开，然后赶快跑到左边就对了。原来如此。OK， 然后绿色的开过了，然后蓝色 OK。蓝色就是刚才那个因为那个地图一个宝箱那里。OK， 我们先回去那个蓝色闸门了。OK， 嘿，哎呦，是不是这里？我可以开了。黄色的，等一下，这边红色的门，那个石柱跟那个门应该是相对应的，就是那个门有什么机关，像红色的这个地图应该就是解开红色柱子的机关是在这一道地图里面。我看到了。哎，吓我一跳！所以按我招赶快跑。好，OK。是有限时间是不是？啊，有限时间 ，OK。之后第二张好像要买，又要花钱买，就有觉得有点不划算。你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在买第一张了，实在是有点，不知道他们在怎么想的。因为好像就第一张
这是第一话是不用，后面的剧情是不用钱，但是第二章的话就要钱。这个死掉不行。这人是来过，哎，东西，哦哦哦，哇，又一个，nice。地图还蛮大的，OK。呜呜呜！靠腰。吓我一跳。是那个，没吃好。OK， 出去了吗？哦，应该出去了。啊，总算是走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哪？你看一下外面这个，看仔细一点，再来问我同样的问题。哦，哎呦，就不能随便讲几句话缓和一下气氛啊？哦，毛毛，你快深呼吸，这里空气真清新。你还是闭嘴好了。剧情蛮短的，可以再回去吗？还可以，不过我们现在不回去。嗨，又见面了，发现什么特别的设计图吗？是基于大蜘蛛的秘密卷轴，哎，你们打败了长梦者吗？不要那么相信那大蜘蛛的事。女巫在月城殿深处安置的守护者，名为长梦者的生战斗伙伴，真亏你们能打败他了。那是大蜘蛛，叫长梦者哦。这个卷轴记载的设计图里面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新武器一来护你开麦，给我等一下，不能让你糊弄过去的。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安安宅急便，欢迎光临，爱你哦。安娜的宅急便呢？宅急便就多少钱啊？给你啊，这样这样。那是我的装备，这个吗？哪一个啊？我刚没看到啊！哦，这好贵哦，没有钱。这个吗？哎，我有啦！哦，这个，伊莱库米，可是它只有一次蓄力攻击哎，可是攻击力比较高。没关系，反正可以换吧。我现在没有钱，可以卖什么东西吗？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卖。这卖完也不够啊！啊，算了。好，那这一集先这样好了。因为下一集应该会有剧情的，这一集比较短，我们分两集。
零九，好，那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角按个订阅，也欢迎到粉丝按赞，以及追踪最新消息。谢谢大家，谢谢收看哦，谢谢大家，拜拜。